大家好，欢迎收睇黄昏天气节目，我系苏志伟。先一齐睇下大范围嘅卫星云图，可以见到沿岸地区以至系南海北部都有啲同低压槽相关嘅对流云团。而从雷达影像可以见到啊，沿岸地区都不时有啲雨区发展。而今日各区嘅最高气温普遍都上升去到27至28度。至於嚟緊嘅日嘅天氣，我哋一齊睇下電腦預報圖。我哋預計一股偏南氣流就會喺嚟緊一兩日逐漸咁影響我哋，但同時間受低壓槽嘅影響咧，沿岸地區仍然係會有啲驟雨噶。而去到下周初喺高空反氣旋嘅影響下咧，我哋預計沿岸地區咧嘅天色就會好轉，咁到時亦都會熱翻啲。而今晚去到聽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。大致多云，间中有骤雨，局部地区系会有雷暴，气温就介乎25至28度，而风方面就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，咁初时风势系清劲噶。至于展望方面啊，我哋预计星期日仍然系会有骤雨，而去到端午节同埋随后一两日咧，就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。呢一節天氣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